大家好，欢迎来到风铃情感频道。您的点赞和订阅是我更新下去的动力，谢谢您。或许我在之后的人生中都会深刻记住这个周末，这一天彻底将我之前所有的纯情全部击碎。就在这一天，在我的一再恳求之下，我的女朋友终于同意结束我们这持续了近十年的恋爱长跑，准备步入婚姻殿堂。那几个夜晚，我兴奋地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但是就在临近结婚的前一天晚上，我这才发现女朋友的秘密。在我们结婚前夕，她在自己的单身派对之上与她的白月光激情热吻，美其名曰是什么为了祭奠自己过去的青春。在看见了这个消息之后，我整个人仿佛被抽干了精气神，瘫软在了沙发之上。在经历过极度的悲伤之后，我果断选择了取消婚礼，以这种方式结束这场十年的恋爱长跑。但是第二天才姗姗来迟的他，看着眼前的空无一人的酒店大堂，竟然哭着求我原谅他。求求你了，原谅我好不好？我们在一起了十年，难道要因为这点小事就葬送我们十年的感情吗？闻言我只有冷笑，呵呵，十年感情。或许在他昨晚的单身派对开始之时，我们所谓的十年感情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笑话。原本我以为在离开他之后，我或许会变得十分失落，但是似乎恰恰相反，我竟然感到仿佛卸下了什么重担一般，浑身轻松。周五傍晚，明天就是我们的婚礼了。为了我们十年感情有一个完美收官，我不断地与我们婚礼负责人进行反复确认，生怕明天出现什么意外情况。明天所有的花瓣必须全部用假花，新娘对花粉过敏，这是重点，千万不要出错。还有，明天来的嘉宾会特别多，酒水之类的要尽量多准备一些，避免到时候出现不够的情况。然后明天记得为新娘子准备一双软一点的平底鞋，新娘子明天敬酒啊之类的活动走的路可能会比较多，一直穿高跟鞋脚会很不舒服，明天新娘估计没有什么时间吃饭。还有在婚礼的后台记得准备一些吃的，明不要那些味道比较重的，以防后续敬酒时新娘身上出现异样的味道。婚礼负责人听着我絮絮叨叨的说了半天，无奈地笑了笑，随即便半开玩笑地说道，啊，你的新娘子呢？都好几天了都没见到人了，藏得这么深吗？我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只能勉强解释他有点忙，我一个人完全可以。负责人见我不太想说，也就没追问。晚上忙活了一天的我终于回到了家中，懒散地瘫在沙发上，随手拿起手机打开了微信，看着已经一天没有动静的苏玉也皱了皱眉，再次给他发了几条信息，依旧是犹如石沉大海没有回复。他这一天到底在忙些什么？连看消息的时间都没有吗？就在我无聊地扒着朋友圈的时候，突然一条动态引起了我的注意。为了庆祝玉姐姐脱离单身步入婚姻的坟墓，今晚不醉不归，彻底告别我们的青春。看到这条苏玉闺蜜的动态，我会心地笑了，苏玉也真是的，不就是个单身派对吗？这有什么怕我知道的呀，还不敢告诉我。但是当我点开苏玉闺蜜朋友圈时，看到里面的一张图片，我整个人差点晕过去。只见照片中，在充满暧昧的灯光之下，有对男女紧紧地搂在一起，激情热吻。苏玉，照片中的她与平时判若两人，眼神妩媚，整个人身上散发着魅力。而那名男子我虽然没有见过，但是我在苏玉的手机相册里看到这人的照片，苏玉曾经的白月光张乾。看到明天就要和我结婚的苏玉现在却躺在别人的怀里，这一切就仿佛一把刀狠狠地刀进了我的心脏。我只感觉整个人呼吸困难，扶住沙发的一角这才勉强站稳，脑海中不禁回想起我和苏玉初相识的场景。我和苏玉是家里安排相亲认识的，当时家里人催得紧，我没办法，当时想着去应付一下。刚一见面我就被苏玉姣好的面容、火辣的身材迷住了。经过交谈，我们也了解到了彼此的情况。我知道苏玉曾经有一个白月光，但是我当时不在乎，傻傻的认为不就是一个死去的白月光吗？以后在他身边的是我，就算他回来也不过一个老朋友。现在的我只感觉心脏都开始抽搐，整个人瞬间感觉天旋地转，直愣愣的面朝茶几倒了下去。咚，我直接将面前大红色的撞了个粉碎，面前睁开眼睛，一个茶几上放置的大红色喜字此刻犹如一把利刃，一刀一刀地插在我的心里。
我被玻璃划伤的手掌，鲜血一滴一滴地滴在旁边的手机之上。剧烈的疼痛使我渐渐回过了神，看着手机上的两条已经被撤回的动态。我深吸一口气，颤颤巍巍地拨通了苏玉闺蜜的电话。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呀，无人接听。随着一阵忙音传来，我手中的手机直接从耳边掉在了地上，我整个人面色惨白，应该就是自己想的那样了。深吸一口气，直接发给苏玉闺蜜打去了微语音电话，但是很快就被对面摁掉了。我只感觉脑子里有团火在不断的燃烧，越烧越旺，直至将我的理智吞没。苏玉这个闺蜜我了解，就是一个财迷，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也就苏玉整天把她挂在嘴边，说她这个闺蜜如何如何之好。我直接编辑了一条信息给她发了过去，告诉我你们在做什么。一万，但是十分钟过去了，依旧没人回复。我冷笑了一声，呵呵，看来是价码不够啊。五万，这次很快对面就弹出了一条信息。怎么了？我和苏玉在外面逛商场呢，很快就回去，你有什么急事吗？看着对面发过来的信息，我心中冷笑，逛商场？骗鬼呢吧，逛商场逛到男人怀里去了。那你苏玉怕也是千古第一人吧？十万。随着这道消息发出，果然不出我所料，下一秒对面就弹出了语音通话的请求，告诉我你和苏玉到底在哪，在干什么。我的语气中充满愤怒地质问道，但是语音里对面却依旧没有人声传来，只要有巨大的音乐声轰鸣。我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不见兔子不撒鹰呗。我强忍着愤怒，找到了以前存的苏玉闺蜜的银行卡号，直接打了10万块过去。当转账短信出现的那一刻，对面终于传来了一个清脆的女音，告诉你没问题，但是我提前跟你说好，这一切都和我没有关系，我也什么都没和你说过。随后他直接挂断了带你花，10秒钟之后，对面推过来了一个陌生的微博账号。我带着一抹疑惑点了进去，进去之后看到微博头像上那个脸上布满笑容的女人，这才知道这原来是苏玉私下的另一个微博。我和她在一起10年都没有发现苏玉竟然还有另一个微博，怪不得平日里我但凡碰一下她的手机，苏玉都会莫名其妙发一顿脾气，原来还藏了这么一手啊。我强压着心中的怒火，继续往下翻着这个微博以往的动态，而且我惊人地发现每一条动态都有一个相同的用户在和苏玉互动。2021年11月7日，即使这个冬季十分寒冷，也要记得爱护自己的身体呀。下面的配图一个十分精美的礼盒，里面放着一个个十分可爱的饼干。下面紧跟着一个回复，谢谢宝宝的关心，我一定会好好品尝的，嘻嘻，苏玉，切，臭不要脸，谁说是送给你的啦？看着他们亲密无间的对话，就像是在我的伤口上不断的撒盐。我看着图片上那个精美的礼盒，突然越看越熟悉，似乎想起什么似的，我赶忙走向了我的书房，从那上面取下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盒子。看着手中这盒子，我仿佛吃了一颗苍蝇一般，感到十分恶心。当时苏玉说他可是学了一个月才考了这么一盒送给我的，当时给我感动坏了，每天几乎是数着吃的。盒子也被我好好收藏在书架之上。我翻开盒盖之家，按左下角还写个我的名字，后面跟着一个小爱心，突然我发现我的名字竟然翘起了一个边。当我拿手在我的名字上用力划划，我的名字竟然被直接扣掉了，随后映入眼帘的就是十分刺眼的两个字，王钱。咣当，手中的盒子应声落地，我愤怒地将这个盒子踩扁。别人不要的东西，我竟然还当成个宝贝供起来，原来那个小丑竟然是我。我深吸一口气，强压怒火，继续拿起了手机向下翻去。2022年1月1日，希望佛光也可以照耀在我身上，实现我那埋藏心底的愿望。下面的配图是一个挂满的红线的巨树之下，背后是一个月老店，图中的苏玉正在将一个红色的锦囊挂在树上。王前，小宝宝竟然去烧香拜佛了，快说许了神妖愿望啊。苏玉，你猜啊。略略略，王前，让我猜猜看，我们小宝宝最喜欢的愿望是什么？是不是希望永远和最喜欢的人在一起呀？苏玉，恭喜你猜对喽。我希望佛祖保佑我们永远在一起。在2022年跨年前期，苏玉非得拉着我去寺庙，美其名曰什么为我们的爱情祈福。
我当时虽然不是很想去，但是在他的一再请求下，只能带着一丝埋怨地跟着他一起去。当时我偷瞄了一眼他手中的纸条，上面写的是希望能和我爱的人永远在一起，永生永世不再分开。当时我心中那一丝丝的埋怨瞬间烟消云散，在之后的生活中对他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碎了，照顾得无微不至。现在看来，当时他心中住着的根本不是我，全部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第二年的情人节，公司领导让我去外地出差，我原本想要争取一下能不能不去在家陪他过情人节，谁成向领导态度强硬，我无奈只能在情人节前夕赶往外地。在这期间，我因为没办法陪他这件事感到十分内疚，给他发了红包，甚至于临走之际在他的枕边藏了一枚钻戒，希望他能原谅我。结果就在我走了以后，他竟然直接关机，直到我出差结束才来联系上他。当时也没觉得什么，反而依旧为情人节没有办法陪他感到十分内疚。直到现在看到下面那一条动态，这才发现当时的自己有多么的愚蠢。照片上纯白色房间内，苏玉和一个男人躺在我买的席梦思之上，身后挂我们的结婚照。苏玉一脸幸福地侧躺在那个男人的怀里，满脸笑意，那个男人得意地四处打量着房间。看到这张图片，我瞬间感觉一股无名火已经快到将我的理智焚烧殆尽。我愤怒地冲进卧室，墙上那张幸福美满的结婚照现在看来充满着嘲讽。就在我刚准备将那张让我感到十分屈辱的照片摔碎之际，微博页面突然刷新了一下，原来是苏玉又发了一条动态，正是她闺蜜朋友圈那张她和王前激情热吻的图片。再见我的青春，王前还在下面安慰道，明天我的小宝贝就要嫁人了，希望你可以幸福幸福 NM。 看着屏幕上这对狗男女的互动，我此刻的心情已经无法描述。叮咚，微信消息响起的声音将我思绪拉了回来，我缓慢地抬起手机点开了微信。苏玉，我冷下了一声，没想到苏玉竟然还能想起我这个男朋友，哦不，未婚夫啊。苏玉，对不起啊宝贝，最近公司加班实在是太多了，我刚下班就来找你了，辛苦你一直负责我们的婚礼了。看着苏玉装出一副业务繁忙的模样，我气得浑身颤抖，勉强稳定下心神，我直接打字问道，玉玉，你说万一你前男友知道了我们明天结婚，今天回来找你，你会怎么做呀？这句话似乎是刺激到苏玉，苏玉直接弹过来了一条语音，张浩，你这句话什么意思？你把我苏玉想成什么女人了？听着对面苏玉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一般，我冰冷地笑了笑，继续打字回复道，我只不过是随便问问，你怎么生气了？难道说这时苏玉似乎反应过来了，踩着一抹心虚地说道，宝宝放心，明天我就彻底属于你了，他不过就是一个过去式，后半生陪在我身边的人一定是你，而且张浩，你这是什么意思？怀疑我？这让我很难过，我是你的未婚妻，明天我们就要结婚了，你不该这么侮辱我的。看着微信上是熟悉的破话术，原来我才是那个小丑。过去式，要不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呀？就在我刚要继续和苏玉摊牌之时，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开门的声音，难道是苏玉回来了？我还没走到门口，就有一个猥琐的声音传来，耗子，你在家呀？我还说怎么给你打电话不接呢，饭店已经订好了，大家都等着恭喜你这个新郎官呢。原来是我的发小过来叫我去庆祝，看见他到来，我心中突然涌现出一无限的委屈，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WC， 耗子你怎么搞的，这怎么满地是血呀？有人闯进来了，我现在就给兄弟们打电话让他们过来。说着就要掏出手机打电话摇人，我急忙拉住了他的手，先别打，让我冷静一下。我努力地想要控制自己的身体，但是依旧高估了苏玉在我心中的地位，整个人剧烈颤抖，手中的手机也掉在了地上。耗子你到底怎么了？你倒是说话呀，你急死我了。我听着他不断地絮叨，我彻底压抑不住我内心的情绪，大吼一声，能不能安静一会？他似乎也被我的状态吓到了，当场愣住了。我深吸一口气，勉强开口说道，兄弟对不起，我改天专门向你道歉，你先去和那帮兄弟解释一下，我想静静，
要是后续我爸妈来了，帮我演示一下，谢了。随后我便颤颤巍巍地推了让一下他，他叹了一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兄弟，我一直都在，有什么给我打电话，我随叫随到。说完他就转身离去。片刻之后，楼下传来了发动机的声音，听到他最后那句话，我终于绷不住了，整个人嚎啕大哭起来。房间的温度很高，但是我只感觉呼吸困难，浑身冰冷，仿佛置身于冰窖一般。因为楼上楼下都知道我们明天结婚，我甚至不敢哭出声，只能蜷缩在地板上无声抽噎。我和苏玉在一起的这十年如同电影一般在我眼前闪现，看着以往在我眼前笑颜如花的苏玉，或许从始至终他的心里都没有我，或许在他眼里我的深情是那么的廉价，或许在我们对视的那一刹那，他的眼里却是另一个人，或许那些海誓山盟都是他藏在心里曾经想要对那个人说的。不知过去了多久，夜幕彻底笼罩了这座城市，漆黑的房间内，我孤独地蜷缩在地面之上，如同一具行尸走肉，甚至于我已经感受不到自己的心跳。在这巨大情绪冲击之下，我直接昏了过去。在那一瞬间，我的眼角划过了一丝泪水，随着一道刺眼的阳光照耀在我的脸上，我缓缓地醒了过来，看着周围熟悉又陌生的一切，那大红色的喜字是那么的刺眼。我刚想要起身撕去这一切，结果还没等站稳，便因为身体的极度虚弱一头栽倒在了地上。我自嘲地笑了笑，刚勉强爬了起来，突然听到了门外似乎有什么东西响了一声。我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踉踉跄跄地走向了门口，刚打开门，一个坐在地上的人影向我倒了过来。我被撞得的一个踉跄，差点没站稳，定睛一看，原来是我发小昨晚竟然去而复返，就这样在我门口坐着守了我一晚上。看着一脸疲倦的发小李成，我心里脆弱的防线差点再次崩溃，勉强忍住泪水。被我这一晃，李成也醒了过来，带着满脸的疲惫，揉了揉发酸的眼角，一脸关心地看着我。浩子，你好点没？到底发生了什么呀？你昨晚那么吓人，我就没敢问，是不是婚礼钱不够？没事，这算什么，兄弟这些年也攒下了不少，你现在拿去用呗。看着李成一脸疲惫但是依旧如此关心我，我原本已经千疮百孔的心似乎又被治愈了一些。不是，我没事的。我原本还想着瞒着他我自己解决，但是看着眼前的兄弟，我还是拿出了手机递到了他面前。李成似乎以为我是想要向他借钱，便也掏出了手机，似乎是想要转账。但是当他拿到手机看到上面前内容之时，刚拿出的手机径直掉在了地上。 WC。 李成抬头看了我一眼，似乎不敢置信。我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往下看，我默默捡起了他掉在地上的手机，回到沙发了，点了支烟默默地抽了起来。当我第二支烟快抽完时，李成也看完了这一切，红着眼睛看着我。 C， 耗子，这也欺人太甚，我现在就叫人给这对狗男女一点颜色看看。说着就要抢我手中的手机准备摇人报复，我却将手抽开没有给他。耗子，我将手中抽完的烟头一扔，冷笑着说道。橙子，就这样教训一下太便宜他们了，而且他们咬住不放的话对你也不太好，我准备给他们来一个大的。苏玉那个贱人不是一直想要做明星吗？这次我就满足他。橙子，你现在让兄弟们都过来帮我个忙。听着我话语中透露出来的恨意，李成重重地点了点头，拿起手机就打起了电话。不出半个小时，我的那一帮兄弟终于赶了过来，看到眼前满地的鲜血，纷纷上前关心。我摆了摆手，将手机递到他们面前。当他们看完，几乎已经问候了苏玉和王前的祖宗十八代，甚至有人抄起家伙就要出门。我赶忙将他们拦了下来，同时说出了我的目的。我将苏玉的那个微博直接分享给了他们，并且将苏玉留在家里的电脑直接搬了出来交给了李成。作为计算机博士，扒一个解锁密码出来简直易如反掌，不出片刻的电脑就已经开机了。随后我就开始分配工作，大家开始从苏玉的微博和电脑里开始扒视频和照片，直接忙活到中午，总共整理出来了近乎10个 G 的文档。看着眼前残酷的事实，李成和兄弟们还想要安慰安慰我，我挥了挥手说没事，随后便开始给这个文件取名字。还没等我开口，
李成就眼疾手快，直接打了上去。我喜欢了10年的女孩，在结婚前夕才发现她竟然在外面。看着这个名字，我翻了翻白眼，这不是那哥们名誉开玩笑吗？不过此刻为了让那对狗男女受死，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直接抄起手机，直接打给我市区几个小网红，问他们愿不愿意直播这场婚礼，有劲爆的内容。那几个网红闻言眼睛都亮了，如此好的爆火的机会，他们几乎都是没有考虑便表示愿意，便免费帮忙直播，流量绝对足够大。我为了方便这几个网红直播，也是赶忙联系了婚礼负责人，对于流程进行修改。那负责人也是有点懵，距离婚礼就剩下几个小时，还进行这么大的改动，他从业者这么多年还未曾见过。刚开始还推三阻四，但是一听说加钱便满口答应下来，说是包我满意。就在一切准备就绪之际，苏玉终于打来电话，看着响起的铃声，众人纷纷冷哼了一声。我接起电话才知道，苏玉之所以打电话，是因为丈母娘特意吩咐红包最好多准备个18000的，不然今天休想将她的女儿娶走。我闻言冷笑了一声，赶忙满口答应下来。看着通讯录上显示的苏玉，我充满恨意地笑了笑，你不贪财，我报复起来怎么有快乐呢？随后我和李成他们对视一眼，一切按计划进行。因为一切都已经有了计划，前面的流程一切从简，很快我就和苏玉来到了提前订好的酒店门口。刚刚进入大堂，苏玉一脸不满地看着我，张浩，今天结婚流程这么长，你都不知道提前为了准备好吃的吗？你不知道我从昨晚到现在都没吃饭吗？看着苏玉一脸理所当然的样子，差点给我看笑了。你昨晚和你的白月光吃没吃，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不吃？难道昨晚的晚饭是你前男友做的？苏玉如同被踩到痛处一般，直接将我的手甩开。张浩，你什么意思？我今天嫁给你，你还要这么侮辱我是吧？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理由，不然这婚我不结了。我刚想要回击，眼角的余光竟然看到了王前的那个王八蛋从门口走了进来。没想到他竟然来了，我斜了一眼苏玉，想到等会的场景，我便没有和他吵起来。看到王前来了，苏玉一脸委屈地跑向王前，飞附近他的怀里。玉玉，你今天真美，这身婚纱很适合你。我看着王前在苏玉背后上下其手，还一脸挑衅地看着我。我强忍着怒意，别着急，大戏马上开始，等会你要是还能笑得出来，我敬你是条汉子。王前，好久不见啊，你终于回来了。苏玉竟然还假装一脸惊讶地看着王前，一脸的做作。看着这两人拙劣的表演，我心中冷笑不已，面子上依旧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当苏玉依旧装作和王前久别重逢时，我口袋的手机响了。我光明正大地拿出来一看，只见李成给我发来信息。一切准备就绪，看到这忍不住看着眼前的王前笑了笑。王前这小子根本不是什么好鸟，在王前和苏玉分手之后，直接傍上一个有钱的未婚妻，现在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拜那个未婚妻所赐。当我得知这个，我咒骂这小子怎么这么好运。但是经过这次调查，当我联系到了王前的未婚妻，操竟然对他产生一抹同情。王前现在这个未婚妻虽然家里十分有钱，但是本人长得实在一言难尽，目测身高1.5米，膀大腰圆，满脸麻子，我甚至都怀疑王前早上起来会不会被吓死。当我强忍着笑意地告诉他王前的真面目，他还满脸不信，坚信王前深爱着他。但是当我把证据摆在他桌子上时，他当场愣住了，随后眼中就充满恨意，并直接打电话给王前的岳父。当王前岳父知道王前欺骗他女儿，当场扬言要打断他的第三条腿。一想到这，我就一脸同情地看着王前。王前看着我的表情皱了皱眉，随后以来笑容地走了过来。你好，你就是张浩吧？我听玉玉提过你。看着眼前的王前，我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询问苏玉这是谁。苏玉一脸不好意思地看着我说，这是以前我给你提过的我以前的朋友。看着眼前眼神躲闪的苏玉，我心中冷笑一声，你原来也知道不好意思啊。看着眼前的这对狗男女，我强忍着动手的冲动，一脸笑容地和他握了握手，邀请他进去。王前得意地笑了笑，随后跟着走了进去。接下来我和苏玉回到了后台，随着婚礼音乐响起，绚烂的舞台灯光响起，整个会场十分喜庆热闹。
我看着这和谐的一幕，只觉得十分的讽刺，我仿佛又回到那一个黯然神伤的夜晚。现在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新娘新郎登场。随着司仪的声音，我站上了舞台中央，苏玉也在他父亲的牵引下从大门后走了出来。当苏玉父亲走到我面前，直接将苏玉的手放在我的手里，拿过话筒就开始满面春风地讲了起来。欢迎各位朋友今天来参加小女的婚礼，从小我就交代玉儿要知书达理，洁身自好，人品一定要端正。还没等他说完，就被一道声音打断道，那这么说新娘子的家教一定很严吧？我实在是停不下去了，再听下去我怕自己吐出来，示意司仪直接进行下一步。苏玉父亲皱眉看向旁边的司仪，但是很快就换上一副笑脸，一脸自豪地说道，那当然了，我敢保证我们家玉儿从小就品学兼优，为人善良，无论是容貌还是人品，那都是一等一的呀。哈哈哈哈哈哈，台下的来宾也哄堂大笑。我看了一眼对面的苏玉，他的眼中也闪过一丝尴尬。呵呵，你也知道自己配不上这些词啊。苏玉父亲转头看向我，一脸不舍地说道，浩浩啊，我今天就把玉儿正式交给你了，你们以后一定要幸福啊。对面的苏玉此时眼中也流下了不知是幸福还是遗憾的泪水。看着眼前的幸福的一幕，我的眼前突然恍惚了一下。曾经有一次下班，我推门走了进来，看着包着丸子头的苏玉站在厨房，我走过去从背后抱住了他，他一脸笑容地问我说，我们以后结婚是什么样子啊？好期待啊。我笑着说，等到我们结婚的那一天，我真怕自己忍不住哭泣。苏玉沾满着面粉的手在我脸上划了一下，笑着说道，那我可会把这一幕记一辈子，等以后说给我们儿子听他爸爸的糗事。苏玉的声音将我从过去的场景中拉了回来。张浩你怎么了？苏玉看着眼前我，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我刚刚的眼神让他有点慌乱。看着眼前的一身婚纱的苏玉，我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对不起苏玉，是你把我们的未来葬送。就在苏玉的手放在我掌心的一瞬间，整个酒店大堂突然黑了下去，引起了一片哗然。短短的五秒之后，我们身后巨大的屏幕瞬间亮起，听到熟悉的音乐，我明显感觉到苏玉的双手瞬间握拳，整个人颤抖起来。正是苏玉和王乾激情热吻的那天晚上，昏暗的酒吧内，劲爆的音乐让人躁动不已，屏幕上的苏玉和王乾正被所有人围在一起起哄，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人群中间的苏玉眼神妩媚地看着眼前的王乾，慢慢闭上了眼眸，王乾一脸得意地吻了上去，二人的动作瞬间引爆了人群，随着音乐疯狂地扭着。相比于屏幕内的火爆场景，大厅内却死寂的可怕，所有的人面面相觑，似乎也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到了。我旁边的苏玉脸色惨白，手中的话筒直接砸在了地上。片刻之后，苏玉似乎反应过来，死死抓住我的手乞求道，张浩，求求你，你把它关掉好不好？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等到今天结束之后，我解释给你听好不好？我们先把今天好好过完行不行？今天是我们的婚礼呀，求求你张浩，把它关掉好不好？我一脸恨意地甩开了苏玉的手，这眼前苦苦哀求的苏玉说，冷冷地说道，苏玉，这是你自找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过来吧你。我话音刚落，李成的声音便在大堂内响起，只见李成从大堂门口将想要逃跑的王乾抓了回来，大堂内众人的目光也纷纷被吸引了过去，大家这才发现原来视频内的男主角竟然就在现场，众人的眼神在苏玉和王乾只见来回飘荡。当李成将王乾一脚踢到舞台中间之时，我面无表情地走下了舞台，随手拿起一杯酒冲着台上的狗男女说道，垃圾配狗，天长地久，你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这场婚礼算是我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我祝你们白头偕老，百年好合。说完，我将手里装了二两白酒一饮而尽，喉咙火辣辣的疼，但是依旧不及我内心那道伤痕所带来的痛那般刻骨铭心。垃圾配狗，天长地久。李成直接拿起一个酒壶砸在了舞台之上，引起了苏玉的一阵惊呼，呵呵，这就是你所说的门风森严品学兼优的好女儿，结婚前一天和别的男人出去鬼混，可真是好样的呀。
人家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女，说不定人家玩得比他女儿还花呢。随着第一段视频完结，台下瞬间炸开了花，所有人都在对着苏玉嘲笑。苏玉的父亲气得颤颤巍巍地拿手指着苏玉，直接一耳光打在了苏玉的脸上。家门不幸啊，家门不幸，我怎么生出了你这么个逆女，老子今天抽死你。说着苏玉父亲就要冲上去教训苏玉，其他人见状怕真打出什么好歹，只能赶紧把他拦了下来。叔叔你先冷静，别激动啊。叔叔，苏玉一只手捂着通红的脸庞，一只手不断地抹着眼泪。苏玉父亲在被众人拦住之后重重地喘了一口气，随后想起什么似的急忙来到台下，冲着我乞求道，浩浩，我知道玉儿对不住你，但是你看在你们毕竟十年的感情了，要不给叔叔一个面子，你们先把今天过完，叔叔回家一定好好教训他。你看。还未等他说完，我面无表情地开口说道，结婚前一天苏玉跑去躺在别的男人怀里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我们之间十年的感情，这个时候和我说起了十年的感情了。苏玉父亲被我这一句话噎得面色通红，一句话说不出来。王乾，你这个王八蛋，你竟敢骗老娘的感情，老娘今天非得阉了你。突然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长得五大三粗的女人，带着三五个黑衣大汉冲了进来。看到他，王乾脸色突然一变，颤颤巍巍向后缩去。你怎么来了？我看着王乾如同过街老鼠一般在舞台上乱窜，笑着说道，他怎么不能来呀，今天可是你王乾结婚的大喜的日子，你的老婆肯定得在场啊，他要是不在那多遗憾啊。怎么了？看样子学长似乎不是很欢迎你妻子的到来呀，哈哈哈。你王乾一脸愤怒地看着我，想要说些什么，但是很可惜他的未婚妻已经冲了上来。王乾，你给老娘站住，吃老娘的，住老娘的，你还敢出轨。王乾的未婚妻冲了上来，直接给了他一巴掌，一脚将他踹翻在地。随后只见王乾未婚妻随后一脸鄙视地扫了一苏玉一眼，一脸嘲讽地看着苏玉，我还以为你找了个什么有钱人呢，没想到就是这么个穷酸样啊，就他这浑身上下没有没二两肉的货色，你竟然也看得上。苏玉经过刚刚的波折，脸上的妆容已经被彻底打花了，整个人显得狼狈不堪，看着眼前如同小山一般的肥婆，不仅打了个寒颤，不停地向后缩去。你个小狐狸精，勾引别人的老公，看老娘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瞧瞧。王乾未婚妻骂了两句似乎还是不解气，直接一只手抓住了苏玉的头发，正准备打人，但是却突然犹豫地看了我一眼，似乎也知道苏玉是我的未婚妻。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直接将领口写着新郎的领花摘了下来，径直走到了王乾的身前，一把将他拉了起来，一脸冷笑地将领花别在了他衣服上。我的行为似乎更是激怒了王乾未婚妻，他直接拉住苏玉的头发，一巴掌抽在了苏玉的脸上，随后就是一脚将苏玉踹翻在地。王乾，你个王八蛋，老娘打死你。王乾未婚妻似乎越打怒火越大，冲着地上的王乾狠狠地踩了几脚，随后直接甩手离开。王乾，以后你给老娘滚远点，不然小心老娘见你一次打你一次。王乾闻言大惊失色，急忙从地上爬了起来，冲过去拽住了未婚妻的手。别呀，老婆，我这只是一时糊涂，我心里还是爱你的呀。老婆，我不能离开你呀，我们说好的过段时间就结婚的呀，老婆别离开我。别 TM 叫我老婆，我嫌恶心，你不嫌脏出去偷吃我还嫌脏呢，给老娘滚远点。他未婚妻一脸嫌弃的想要将王乾甩开，但是王乾似乎铁了心不想要离开这个未婚妻，估计是以前穷怕了，而离开了这个未婚妻，他就会再次回到曾经一贫如洗的状态。王乾，你要是还是个男人那就放开老娘，这样老娘还稍微能看得起你，不然别怪老娘心狠。看着自己脚下如同狗皮膏药一般的王乾，他未婚妻恶狠狠地甩了甩手，想要将他甩开。我看着眼前如同赖皮狗一般的王乾，冷笑着看向苏玉，果然苏玉的眼神中带着震惊和失望，似乎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也是啊，作为苏玉的白月光，此刻竟然是如同一条死狗一般缠在那样的女人脚下。老婆，老婆，这次不是我的错，是这个娘们，
是他勾引我的。我已经很明确告诉他我有未婚妻的，是他一直在勾引我，都是因为这个女人。老婆你原谅我好不好？苏玉见到他未婚妻一脸嫌弃的模样，赶忙撕破了脸皮，直接将所有的过错归咎于苏玉，丝毫不吝啬各种辱骂之词，想要以此挽回未婚妻回心转意。看着眼前不停咒骂自己的王乾，苏玉彻底崩溃了，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的力气，直接倒在了地上一动不动。我余光看到苏玉父亲竟然趁着王乾未婚妻大闹会场时直接撇下自己女儿溜了，竟然还有这样的父亲，这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此刻只剩下苏玉一个人在台上承受所有亲朋好友的辱骂，我请来的那几个网红也是抓住机会不遗余力地做着直播效果，长枪短炮就快到对到这对狗男女的脸上。看着苏玉此刻的状态，放在以前我肯定心疼坏了，但是此刻我的内心毫无波澜，自作孽不可活。那边的王乾还在和未婚妻拉扯，但是他未婚妻态度坚决，一脸厌恶地想要推开王乾。王乾似乎是见到死缠烂打不起作用，竟然直接回头一把拉起了躺在地上的苏玉，将他硬生生拖到了他未婚妻的面前。苏玉，你说是不是你勾引的我？你快说啊，你快说是你个贱人勾引的我，你快说啊。看着眼前已经丧心病狂的王乾，苏玉彻底面如死灰。或许此刻他可能会感到后悔吧，这就是他的白月光，这就是他最终选择的男人，这就是那个永远活在他梦里的白月光。随后苏玉似乎想起了什么一般，转头带着一抹期待的目光看向了我的方向。我看着眼前的苏玉，心头没有半点怜悯，将一杯鲜红的红酒放在离他不远的地上，走到他面前轻声说了一句，这就是你的青春吗？听到这句话，苏玉通红的双眼再次流下了泪水，而我直接冷笑着走出了酒店。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后续王乾老丈人赶到，直接带着几个彪形大汉将王乾架走。王乾似乎也知道等待自己的命运是什么，拼命挣扎着，就凭他那被酒色掏空的身体，根本挣不脱几个彪形大汉的束缚，直接被架上了车。而苏玉是被后来偷偷返回的苏玉父亲给背了回去，全身上下几乎已经没有一块好料，那个他精心挑选的婚纱也已经被彻底撕碎。听到这些消息，我冰冷地笑了两声，随后就打电话给李成，叫他们晚上出来庆祝一下。哈哈哈哈，耗子你走得早是没看见那副狗男女最后的下场，太替 M 解气了。哈哈哈哈，李成脸色通红地在酒桌上说着那天那对狗男女的惨状，余下的兄弟们也是七嘴八舌地嘲讽着。其中一个似乎也有点喝多了，直接站起来说道，老大，就那个什么什么王乾，他全身上下那里比得上你啊，今天跪在他未婚妻面前像一条赖皮狗，也就是苏玉那个娘们能看得上他，要我说啊。还没等他说完，李成脸色一变，金芒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将接下来的话全堵了回去。喝酒还堵不上你的嘴，就你话多。谁知那哥们仿佛上头了一般，直接一把甩开李成的手，接着说道，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那苏玉哪里比得上徐欣啊？徐欣，听到这个名字，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那个总是一脸笑容的女孩，心中划过一抹异样的情绪。嗨，徐欣一直都把我当哥们，哪里会有那方面的想法呀？你们想多了。见我似乎对于苏玉之前的事情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反应，兄弟们也终于放开了，一个个都仿佛化身为情感专家，纷纷为我分析起徐欣对我的感情。听着兄弟们的分析，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我和徐欣相识的一切。我和徐欣是高中同学，徐欣是在高二半路插班到我们班的，我和他被分到了同桌。徐欣的性子大大咧咧，逃课、爬树、网吧就没有他不敢干的，而且每次都得捎上我，搞得这么多年下来我都快把他当哥们了。大家突然说他喜欢我，我也有点转不过来了。当年有一次放学之后，我正在电视机前激动地等着铁甲小宝的更新，但是家里的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我当时一脸不情愿地接起电话，对面传来徐欣的声音，张浩，我家里停电了，我一个人在家，你能不能过来陪陪我，我自己一个人害怕。我当时差点笑出了声，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谁理由的哪个你不敢抓，现在说你害怕。电话对面的徐欣气得够呛，
随后我就听见他深吸一口气说道，哎呀，张浩你烦不烦啊，反正我现在就是害怕，你赶紧过来陪我。说罢直接挂断了电话。我看到电视上电视节目倒计时，心里只有那些铁皮机器人，但是一想到许昕毕竟是一个女孩子，不是真害怕也不会给我打电话，我还是赶忙冲了下去，踩着自行车飞快冲向了她家。经过半个小时的冲刺，我终于赶到了许昕奶奶家，直接拉起她奶奶放在后座之上，再次冲向了许昕家里。当我敲开许昕家门时，罕见化妆的许昕满脸期待地出现在门口。当她看到我身后的奶奶时，原本高兴的脸庞瞬间垮了下去。欣欣不怕哈，奶奶来陪你了。许昕奶奶一脸担心地拉住许昕的手走了进去，而许昕则是一脸幽怨地看着我。我当时挠了挠头，我专门跑几公里给你奶奶带来陪你，你咋还这表情？不过当时我为了赶着回去看铁皮机器人，简单给徐昕打了个招呼，就在徐昕幽怨的目光中扬长而去。在那次之后，徐昕有一周都没有理我，搞得我当时还很困惑。在座的兄弟们在听我的描述，纷纷笑得七仰八叉。兄弟，别怪兄弟们笑话，怪不得你单身这么久。哈哈哈哈哈，我不行了。现在想起来，当时确实也太呆了。在之后的高三，我作为体育特长生，再有一次的模拟考试400米成绩一塌糊涂，按照当时那个政策根本考不上大学。我那几天像是发了疯一般疯狂加练，而有一次成绩名列前茅的徐昕突然说是想要和我一起联系，当时我原本极度不情愿，不想他因此把成绩拉下，但是在素心的再三请求，先只能无奈答应。第二天当我来到操场，看到徐昕的打扮时，整个人当场雷住了。徐昕一脸精致的妆容，再配上小皮靴和小短裙，脸上带着一抹微红，不知道我还以为我们是来约会的呢。我心想，你穿成这样还想要跑赢我，那我这体育特长生的颜面何存啊。随后在徐昕一脸期待的表情中，我犹如一个莽夫一般，直接领先了两圈半，将他远远拉在身后。还没等我跑完，徐昕直接拽下头上的发卡，一把摔在了我的怀里，当场离去。哈哈哈，耗子你知道吗，这件事后来徐昕还在向我们吐槽，问你是不是个 G， 对女人没有兴趣。李成一脸笑意地拍着我肩膀，我也叹了一口气，哎，当时那不是年轻吗，不解风情，人家毕竟是女孩子，我那样对待人家确实不是很好。随后大家也都放开了，纷纷聊起了往事，酒过三巡，大家也都醉了，我给他们一一叫好代驾，把他们送上车离去。我一个人孤独地向家里走去，打开房门的一瞬间，看着空无一人的漆黑房间，到处都是苏玉曾经生活过的痕迹。我一脸颓废地坐在地上，原本那颗早已冰冷的心再次出现阵阵疼痛，平静的脸庞再次被泪水打湿。十年的感情哪有那么容易过去，此刻的我就像是心脏被人分去了一半，阵阵抽痛。我看你今天威风的样子，原本我以为苏玉在你心中已经消失了，看来你还是放不下他呀。听着房间内突然传来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我急忙擦去泪水，打开了房间的灯光，这才看见沙发上坐着的那人，一身雪白的长裙，黑色长发懒散地搭在身后，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徐昕，徐昕，你怎么在我家？你不是说你准备出国吗？我看眼前的徐昕，满脸诧异地问道。在我打算和苏玉结婚，给徐昕送请柬的时候，徐昕当时面无表情地将手中的请柬塞回了我的怀里，告诉我他没时间去，他要出国学习。我当时还会很遗憾地跟他开玩笑说，没事人不去彩礼补上。谁成想平时总是一脸笑意的徐昕当场大怒，直接把我赶了出去。我当时还挺莫名其妙。切，要不是橙子再三挽留我，你以为我愿意呀？今晚橙子给我打电话说，你肯定一个人躲在家里偷偷哭，叫我过来看你笑话，你以为我愿意来呀？听着徐昕的话，我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但还是一脸嘴硬地说道，谁哭啊？你别乱说，那你告诉我这是什么？徐昕在我的脸上摸了一下，指着指尖的泪水说道。我感到脸上一根带着微微冷意的手指划过，脸色突然开始泛红。徐昕见状，脸上突然出现一抹笑意，哟，
我还以为你一直把我当男人呢，没想到你也会脸红啊。少见啊。去去去去去，你少来了。我为了掩饰脸上的尴尬之色，急忙挣扎着想要站起身来，但是晚上和李成他们喝太多了，刚站起身来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直接向前倒去，并且下意识的双手向前撑。当我回过神来，只感觉手里什么东西竟然软软的，还下意识的捏了捏。我似乎察觉到什么，赶忙向下看去，只见徐欣一脸微红的被我压在身下，而我的双手好巧不巧刚好压在了。张浩，你个流氓。徐欣似乎察觉到我抱着他的力气越来越大，带着一抹紧张的语气不痛不痒地推了我一下。随后当我凝视着身下的徐欣的脸色越来越红，最后竟然彻底放下了横在我胸口的双手，一脸紧张地闭上了眼睛。我感觉心脏跳动的声音越来越大，随着气氛越来越暧昧，我只感觉口干舌燥，也顺势闭上了眼睛慢慢向下落去。叮铃铃，就在即将接触的一瞬间，我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发出了刺耳的声音。徐欣被吓得一下睁开了眼睛，不知从哪来的力气一把把我推开，捂着脸颊坐在旁边。有人打电话，你赶紧接。我一脸怒气地拿起手机，当看到来电显示的姓名时，冷哼了一声，当场准备挂断。谁知一只素手拦住了我，我诧异地看向一旁。别挂，我也想要听听他到底想要和你说些什么。闻言我沉默了一下，随后还是在徐欣的目光中接了起来，按下了免提。谁知刚接起来，对面就传来一阵鬼哭神嚎般的凄惨的哭声。苏玉，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三更半夜的，到底让不让人睡觉？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对面的徐欣似乎也是察觉到了我的目光，白了我一眼，并且轻轻踢了我一脚。老公，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们就像以前一样好好的好不好？你就原谅我这样一次好不好？我保证就这一次以后我一定好好对你，再也不会这样了，我们和好吧，老公好好。停，你别叫我老公，苏玉，我感觉到恶心，你老公不在这。我没等他说完，我直接一脸恶心地挂断了电话，抬头看了一眼徐欣，只见他一脸笑意地看着我，似乎还在等着看好戏。我佯装生气，在他的脸上揪了揪，徐欣似乎也没想到我的动作，刚刚褪色的脸颊再次泛红。就在准备怎么能把刚刚的活动续上时，该死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我气急之下直接将苏玉的号码直接拉黑。结果苏玉也发现打不通我的电话，直接开始微信轰炸，一段一段的小作文不断地发到我的手机上。看着手机上不断蹦出来的绿色气泡，我一脸冷笑，现在知道后悔了晚了。似乎半天得不到我的回复，苏玉着急了，直接发视频。苏玉脸色难看，跪在地上勉强笑着说道，老公，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你这次就原谅我好不好？看着手机里苏玉那张精致的脸庞，我现在只感到恶心。哟，这梨花带雨的小脸蛋，我看了都心疼啊。我们的小暖男，要不要现在赶紧安慰安慰啊？徐欣一脸幸灾乐祸地看着我说道。我假装恶狠狠地看着他，别调戏我，小心你今晚回不起喽。徐欣一脸娇笑地看着我，有本事你就来呀。嘿嘿嘿。我闻言直接冲了过去，一把将他拉入怀中，徐欣这才一脸微红的求饶。和他在房间内打闹了一会，我便将他送回了他家。两人走在漆黑的马路上，聊着两人共同的过往。张浩，知道吗？当时女生宿舍那个楼管阿姨前两天和男生宿舍的门卫大爷结婚了。啊，我就说嘛，当时我每次想要翻墙去女生宿舍，总是被阿姨逮住，准时门卫大爷告的密，我早就知道他们俩有一腿。突然一股冷风吹来，我旁边的徐欣打了个哆嗦，我直接将身上带着一股淡淡酒味的外套披在了徐欣的身上。当时我似乎没有注意到的是，徐欣的脸颊再次泛起两抹霞光。哟呵，我们的张浩同学终于开窍了呀。这是放在以前，估计也就一句多喝热水吧。看着黑暗中的徐欣打趣的说话，我无奈地笑了笑。人总是会进步的嘛。在送徐欣回家的路上，路过了我们曾经就读的高中，
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场景，我和徐欣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光。咕，就在此时，徐欣的肚子突然传出来一阵轻微的响声，徐欣立刻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我心知估计是下午为了等我没有吃饭，心中泛起感动，温柔地说道：下午没吃饭，饿了吧？徐欣不好意思地轻轻点带你头，随后在他诧异的目光中，我直接拉完了他的手，径直奔向了某个方向。在中停在了学校门口一处小吃摊前，看着眼前熟悉的小吃摊，徐欣一脸诧异地看着我。这是……我没有说话，直接拉着他走了进去，大声说道：老板，两碗炒面，一碗不要葱花香菜不要辣，一碗多加辣椒，在这吃谢谢。点完菜，我回头看了徐欣一眼，看到他眼中泛起一圈微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里面闪烁。你哭了？谁哭了？你以为我是你呀？看着徐欣一脸心虚的想要把眼中泪水憋回去，我无奈地笑了笑，拉着他在熟悉的位置坐下。当年我和徐欣每次翻墙出去玩回来的时候，都会来这里吃一碗面。看着周围熟悉的环境和对面熟悉的人，我心中突然感慨万分，兜兜转转又回来了。吃完饭刚出去小摊，就看到了对面的游戏厅，我们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向着游戏厅跑去。看谁先到，后到的人出钱哦。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场景，当年火爆的游戏厅如今来玩的人也是寥寥无几了。看着熟悉的街霸，我们对视一眼，直接开始了对战。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就在我信心满满准备暴虐徐欣一顿时，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看着泛黄的屏幕上的 KO 时，我一脸诧异地看着旁边的徐欣。嘿嘿，我可是专门下过苦功夫练的哦，可别小瞧我。我闻言无奈地笑了笑。你原来也这么喜欢街霸吗？我当年以为张浩你就是个笨蛋，大笨蛋。谁知徐欣突然生气，直接气冲冲地跑出了游戏厅。我赶忙一脸茫然地追了上去，谁知刚出门已经看不见徐欣的身影。我一脸无奈地挠了挠头，只能回家。刚到家门口，就发现房门似乎被人打开过，我一脸小心地从旁边抽出一根棍子，迅速打开门冲进去。结果刚进门就看到苏玉和他父亲一起坐在客厅，看到我进来急忙强颜欢笑地走了上来。你怎么才回来啊？老公今天累坏了吧？来，快把外套脱下来，来，谢谢。看着眼前又帮我脱衣服又帮我脱鞋一脸殷勤的苏玉，我一脸冰冷地看着他。苏玉，你有完没有？你能不能别恶心我？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可能了，你也不用在这假模假样了。就你干的那些恶心事你自己知道，也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你的，麻烦你们从我家滚出去。我越说越激动，原本平静的心态再次被打破。苏玉被我的模样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苏玉父亲手中的烟头径直掉落在了裤子上，手忙脚乱地拍打了几下。我看着他的所作所为，不禁发出了一声冷笑。呵呵，我也知道苏玉现在这样做的原因，这个城市原本就是不大，经过上次那么一闹，苏玉的名声算是彻底臭了，没有一个男的敢接近他，除了挽回我，苏玉就只有远走他乡这一条路。见到苏玉傻愣愣地站在那，苏玉他父亲尴尬地开口说道：小浩啊，这你也知道，你们在一起十年了，玉玉一直就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毕竟还年轻，犯了一点错误，年轻人都会犯的错误，你要不再给他一个机会，这次我向你保证，他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一定会。还没等他说完，我一脸厌烦地看着苏玉。一点错误？叔叔你说的可真轻巧啊，年轻人都会犯的错误。那照你的意思，我是不是可以也在结婚前去找别的异性，一起告别一下青春呢？听到这句话，苏玉仿佛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般，当场炸毛，直接大声吼道：张浩。刚吼完，苏玉才反应过来，立马换上了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当场跪了下来，拉着我的手哀求道：老公，我知道错了，我求求你原谅我好吗？我这次一定会一心一意的对你，我向你保证。还没等他说完，我一脸不耐烦地甩开了他的手，一脸冰冷地说道：抱歉苏玉，我们已经结束了，现在麻烦请你们离开我的家。苏玉还想说些什么，我身后突然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哟，浩浩家里这都是什么人啊，怎么这么吵闹啊？
我一脸震惊地转过头看着眼前的徐昕。徐昕，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嘻嘻，这不是你的外套还在我这吗？这不是给你送回来了？谁成想就看到了这泼妇打滚的一幕。徐昕似笑非笑地看着苏玉，苏玉当场有些急眼了，指着徐昕质问道，张浩，他到底是什么人？你的外套为什么在他手里？我横过身子当在徐昕面前，冷冷地看着眼前的苏玉，抱歉，我没必要向你解释，你也不是我的什么人。我再重复一遍，麻烦你们现在从我家里出去。你……苏玉看着眼前的一幕，被气得说不出话来。谁知徐昕似乎还嫌火不够大，走到我身边，一把将我的手臂揽入怀中，温柔地看着我说，浩，这女人到底是谁呀？怎么在我们家里？这语气夹得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谁知苏玉当场受不了了，直接冲上去就想要将徐昕从我身边推开。我原以为徐昕会躲开，谁知道徐昕顺势倒在了我的怀里，一脸娇弱地开口道，哎呀，浩哥哥，你看这个女人真的好凶啊，推得人家胸口疼。看着怀里一脸绿茶的徐昕，我差点笑出声。对面的苏玉被气得差点原地升天，指着徐昕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冷冷地看着苏玉，她是谁和你没什么关系，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赶紧滚出我家。我怀里的徐昕还不解气，依旧茶里茶气地说道，哟，这位苏小姐，我可是听说苏小姐为了自己的回忆青春，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难道只准苏小姐致敬青春，不准我们张浩也追忆一下自己的白月光？哎，没错，就是我了。徐昕边说边做作的撩了撩头发。苏玉瞬间爆炸，一下子扑了过来，我一把抓住苏玉的手，直接将她甩出了门口。苏玉，你闹够了，滚出去。苏玉愤怒地看着我，张浩，你想清楚，今天我出去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现在这种威胁对我来说和放屁没有任何区别。我看了一眼还在沙发上的苏玉父亲，他叹了一口气，起身走到了门外。苏玉还想要试图博取我的同情，张浩，你依旧就再也见不到我了。还没等他说完，我庆幸地笑了笑，那样最好不过。疼。说罢我用力关上了大门，回头刚好对上了徐昕似笑非笑的目光。我一脸心虚地看了他一眼，随后默默回到沙发上坐下。那能不能有请我们的账号同学来给小女子讲述一下自己丰富感情经历呢？我心不在焉地回答道，这有什么可说的，打听别人情感经历有什么意思，你就说说嘛。被他缠得没办法了，我只能从我和苏玉初相识讲起，事无巨细。谁成想我刚刚讲了没两句，徐昕先不干了，你快闭嘴吧，你怎么什么都说呀？听到徐昕的不满，我当即翻了翻白银，这不是你要听的吗？怎么这会埋怨起我来了？我刚想要补救一下，谁想徐昕直接一脸气愤地穿起衣服向外走去。哎，我赶忙追了出去，一把拉住他，徐昕，你这是干嘛去？他将脸转到了另一边，一脸气愤地开口道，这还不明显吗？回家。哦，那要不我送送你。徐昕闻言缓慢地把头转了过来，一脸震惊地看着真诚的我，直接甩开了我的手，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去死吧你。我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徐昕，只能喊道，那你慢点啊，我先回去了。原本已经走了一段的徐昕似乎被气得不行了，转头大喊一声，张浩，你个笨猪，去死吧你。徐昕看着我站在门口一动不动，皱着眉头走到了我旁边，当看着我一脸尴尬地摸着口袋，又看了一眼眼前紧闭的大门，他冷笑了一声，回呀，你不是要回去吗？你倒是回呀。我一脸尴尬地看着徐昕，徐昕啊，你说我有没有可能今晚去你家？滚。第二天我在沙发上被一阵刺眼的阳光照醒，睡眼朦胧地看着在化妆台前忙碌的徐昕。哎，你这么早就要出去啊？徐昕翻着白眼看着我说道，大哥，这都已经中午了，赶紧起来了，你不是我带我完成那个当年没有完成的心愿吗？心愿？听到这我这才想起来，昨晚为了让徐昕答应我去他家住一晚，我重新提起了当年一个没有完成的约定。当年在高三结束的那一年，
我和徐欣非常遗憾的没有考到一个地方的大学。就在分别的前夕，徐欣突然约我一起去游乐场。我当时笑着说，都多大了还去游乐场。没想到徐欣一脸紧张的看着我说，张浩，答应我一定要来好吗？看着他一脸紧张的模样，甚至久违的叫出了我的大名，我感觉到疑惑，但是也没多想，一口答应了下来。徐欣这才满心欢喜的离开。但是也就是那个夏天，我遇到了苏玉，在那个体育场一下子就被一身运动服的苏玉迷住了，为了陪伴着他忘记了这个约定，直到傍晚将苏玉送回家才想起来我们之间的约定。但是等我赶到游乐园时，很遗憾地发现游乐园已经闭馆了，我在周围找了一圈都没有发现徐欣的身影，当时都没有多想就回家去了。现在才发现当时的自己是多么的愚蠢，为了苏玉放弃了那个预定。那天之后，徐欣就没有和我联系，独自一人前往外地上学。我想到这也是赶忙起身准备弥补这个青春的遗憾，谁知我刚穿好衣服，电话再次响了起来。当我看到上面是未知联系人，也就没多想，直接接了起来。结果竟然是苏玉父亲打来的，说是苏玉想要见我一面。我原本想都没想就要拒绝，但是苏玉父亲告诉我苏玉竟然要跳楼，说是临死前见我一面。在这一刻我犹豫了，抬头看了一眼对面默默停下化妆的徐欣，我开了免提，徐欣也听见了，知道了。我随即挂断了电话，默默看向了对面的徐欣。徐欣面无表情地开口道，你要去吗？我愣了一下，随即小心地开口道，徐欣他要跳楼。我徐欣也陷入了沉默，你想去就去吧，不必在乎我的。闻言我的内心似乎被什么划了一刀，感觉到了心慌，但是犹豫了片刻还是站起身来到了门口。徐欣，我这次去要和他做一个了解，和我的过去正式告别，以后你先去游乐场门口等我，这次我一定会到，相信我，我这次绝对不会失约。看着对面沉默的徐欣，我自嘲地笑了笑，随即准备出门。就在我关门的一瞬间，听到了一句微弱的回复，这次一定要来啊。我终于笑了，关上门，我在路上一路飞奔，不想要耽搁一点时间。等我到了苏玉家楼下，才发现苏玉一脸惨白地坐在窗户上，生无可恋，看到我来了瞬间放声大哭。张浩，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原谅我好吗？我这次一定会改的，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我求求你了。我冷眼看着这一切，内心没有丝毫波澜地看口说道，不可能，就你自己做的那些烂事你自己知道，我不可能原谅你的，你死心吧。闻言苏玉内心深处最后一点幻想被彻底击碎，一脸绝望地开口说道，张浩，难道你一定要死了你才可能原谅我吗？我旁边的警察似乎也是被我话语震惊到了，急忙示意我不要再刺激他了。我看着警察的收拾，只能强忍着恶心安慰道，苏玉，我们已经结束了，但是外面优秀的男人很多，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了，不值得你这样，你先下来，你以后一定会找到一个比我优秀的多的人。苏玉依旧情绪十分激烈，我安慰了好一阵子才将他的情绪稳定下来。张浩，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或许我也不该奢求你的原谅，但是我依旧好不甘心，是我把你弄丢了，但是我想要最后再向你提出一个请求，你还记得当初那个夏天我们初相识的那场球吗？记得。我闻言默默点了点头，那场球彻底改变我们三个人的命运。苏玉闻言雪白的脸色终于露出了一抹笑容，一脸卑微地开口说道，我可不可以请求你再陪我打一场，我保证在那之后我就远走他乡，再也不打扰你的生活好吗？闻言旁边的警察赶忙手势示意我答应下来，我犹豫了片刻点了点头，好。苏玉闻言终于窗户上走了下来，旁边的警察急忙一把将苏玉拉了过来。苏玉看着我说道，张浩，我们现在可以就去。还没等他说完，我飞奔冲向门口，身后传来苏玉凄惨的叫声，已经警察的声音，这次我不会再选错。下楼我赶忙打了个车，在我的再三催促下以及红包攻势下，司机开足马力，汽车向前狂奔。下了出租车，我一路狂奔直奔游乐场门口。终于在游乐场关门的起那一刻，我终于气喘吁吁地赶到，
但是看着空无一人的游乐场门口，我的内心一阵绝望，难道还是晚了吗？突然我的身后传来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声音，请问这位同学，你在找谁？我带着激动的笑意转身，我在等我女朋友。对面的女孩闻言一脸羞涩地将手伸了过来，我慢慢握住了那双手，去完成那迟到了10年的约定。好了，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谢谢大家。